敢翅膀。啊，各位好，现在是晚上12点钟，今天是12月20几号，21号的样子。的样子嘞，下面不都是日历。好的，现在晚间12点01分啊。刚刚卡约砸了总共5000多点，然后对5000点，然后为了拿威哥的东西，然后现在刚刚就买了200个密宝，那跟剩下60个打算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战况啊。目前的战况呢，战利品目前有这个废物机器人，然后还有这个蔚蓝苍穹甲胄翅膀，还有他的刺青。然后这个翅膀呢，刚刚就是在抽的时候，不小心害某人崩溃了一下，然后他刚刚在片头也已经叫惨叫了一声啊，他现在不出声音了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觉得我这几天应该不会碰龙骨。那至于这位是谁呢，我就先不讲了，反正他之后还会再出现一次的。对，那总之就是来继续抽密宝喽。我故意安排在这个82%，有没有？82%，反正等一下又是可可模式啊，有没有？对，那就是抽喽。反正后天明天会出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新职业，对，那同时我就会拿到我的威哥的东西了，赞。那总之可可模式要开启了，也有可能全部都是密宝之类的，就是看运气啦。我刚刚这个翅膀不是可可模式开到的啦，对，因为今天目前为止也都只有什么金币袋啊之类的，感觉非常的不爽。聊了，怎么全天下都是密宝咯？yeah, 全天下都是密宝。都是密宝啊！哦，这个忘却契约已经是拿第三个了，然后又有一个翅膀，可是是小的。我个人觉得这60抽应该没有半个好东西啊。Hi, so this， 现在50个了。然后次元水晶碎片啊，哦，那个翅膀在后面舞动，真是好美丽啊！乖，不要再哭了，好不好？下次你也可以抽到的。我觉得我运气没有那么好。OK 的啦，是不是？我运气也没有那么好啊，对不对？还不是砸了5000块才拿到、哦，嘿，你就当我是牺牲了我的晚餐，然后还跟家里吵架才拿到的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了解。因为你跟我跟家里吵架，刚刚你不在的时候，刚刚那个我关麦的时候吵了一下架。了解。因为我把东西拿进房间吃，然后就被骂了。啊，居然。对啊，我家里其实。家母还蛮神经质的啊，对，我也蛮神经质，我觉得我是遗传到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女神的眼泪，原来女神哭了这么多次啊，我也好想哭。我这个就只差3件套，只差一套了，你就不能给我吗？天哪！可是等一下还有一次可可模式啊。还有一次可可模式哦，拿到一个耳环，一个戒指，放大镜，眼泪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他这个。
跑的时候都一定会跑出那些很稀有的东西，可是偏偏出来的都不是那些东西。这到底是设定有问题呢，还是他只是作秀给我看呢？哎，红心刺青，好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可可模式，密宝，又是密宝，什么都是密宝，全天下都是密宝。啊，密宝，怎么都是密宝啊？哎，我刚刚怎么好像没有按，这样给它放空了一阵子。哦哦，哎、哦欸，怎么？喂，为什么又有一个机器人的兑换券？吃了。哇，又有一个机器人了，这表示我可以换，这我可以换第二只机器人了吗？我看可不可以交易。不可贩售，我看这可不可以交易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先上线一下？我看可不可以交易，把这只送给你算了。无法交易的道具啊，看来有点可惜啊。可是为什么熊猫啪啪车就可以呢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什么可不可以放，丢在那个我翅膀哎。讲，请讲重点。OK， 我讲重点啊！登录，无法交易的道具啊！对不起，看来没办法，不好意思哦。那很正常，就那个一般来说很正常，就是不能交易的东西、啊。可是啊，可是你要知道哦。同样是对兑换券，为什么这个东西就可以？那个。你告诉我啊，请告诉我、啊。那一张不能拿去卖对吧？这东西没办法封印，就代表它不能卖啊。好啦，我有两只机器人啦，赞！恭喜啊！我觉得你快要崩溃了。嗯，差不多。没关系，来把最后的17个密宝给开完吧。如果这样子也能开到一个什么东西的话，那我真的是服了今天的运气了。运气都用光光了、啊、你。真的，难怪我刚刚会跟我家里吵架。燃烧的星星碎片，这东西还有用吗？哎、看来运气都用完了啦。最后七个应该是开不到什么好东西的，虽然七是我的幸运数字。斩法技紫色，那也不错啊。怎么又一个戒指啊？又一个戒指，好多戒指。全天下都是变身药水跟戒指。好，最后一个啦。好 ，OK， 没有了，谢谢大家。所以我到底拿了多少东西呢？到底总计变身药水1、2、3、4五六七八八个变身药水。哇，还有一个红心刺青哎！耶、yeah ，谢谢大家。第二个机器人兑换券。哎、欸，我一定要抱怨一下，这个机器人真的超吵的，真的超吵的，还会跳舞嘞！哎，哇，抽一抽也十分钟了耶，我、哦、还蛮厉害的嘛。好了，就先这样子了。